看喜旺嫂子真不错，伺候的喜旺哥多周到。那是咱喜旺哥有福气，我们俩从来就是这样，我说一不二。哎，金桥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这我可不敢说。哎，凭良心说，你嫂子对我怎么样？在家里哪样不是我说了算？哎，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啊，别一说你胖你就喘了。这家伙，我说啊，你们不信，从打公社化修水渠这么忙，我就没穿过旧鞋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都是这一双没穿旧，新的就做出来了。那是人家手巧能干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就是。哎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当个男子汉降不住老婆还行啊，你还年轻，等你娶了媳妇，慢慢的就明白了，这里边学问大了。希望啊，啊，希望啊，咱那头小牛还是不吃草啊，你再给看看吧。啊，好啊。希望哥，希望哥，嫂子在街上跟人家吵架了。怎么了？跟谁吵架？孙友大娘吵得可凶了。啊？那快回去劝劝吧。哎，那药方我等一会儿送来。啊，快去吧。你这个媳妇管得可太宽了，我就拾了那么几块破木头，你也给我拦住，你还讲不讲情理呀？算了算了，哎，情理不顺我就要拦，让大伙儿看看，这叫破木头啊！堆里存的木桶板都让你们偷光了，将来拿什么做木桶啊？啊，我这叫偷！你把金桥找来，你看他敢不敢这么说我？好了好了，你就少说。哎呀妈，别说了，越说越不好听了。不要理会，你拿了不是一回了，别想人家不知道，你看见了。看见了，晒麦子那天你从厂里拿了把扫帚走，敢说没有？别吵了别吵了啊，别跟那一般见识，谁可不知道他呢。这是干什么？走走走，给我回去。回去，你滚回去，这儿没你说的话。哼，你一街两巷打听打听，你看我是不是那号人？谁说过我个不是？嗯，你好，你人缘老好，可就见了公家的东西啊，手就长点；见了劳动啊，手就短点。哎呀，你少说一句行不行？你看你把人都得罪完了。你这个媳妇儿可太厉害了，我怕劳动你看见了。你劳动的老好，你修过几次群，你打过几次夯，还有嘴说人呢。妈，算了算了，你的穷话没个完呢。反正比你装肚子疼强。拿公家的东西，你就不肚子疼了？你看看，你真是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行不行？他在说我，你听见没有？全当大风刮跑了。这几块破木板分到咱们手里能有多少？哦，照你这么说可好了，队里的东西都像他这样拿，大伙就不用过日子了。你凭什么管人家？你算什么呀？我。公社社员，哎，你往哪儿拿啊？还回去！走吧。这露露真不好使。是啊，喜旺嫂子。哟，桂英今天穿这么好看呢。喜旺嫂子，你瞧我妈又跟你吵架了，多不好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我呀，我才不往心里去呢，这个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出来。我妈就是小见识，我最烦她这一点。哎，桂英，听说你妈要在城里给你找对象了，是真的吗？去你的吧，你再听他们胡说我不跟你好了。新买的镢头？旧的，我安根新把子，打算上工地开渠去。哎，我也想去啊，听说水渠要从咱们村子里流过去，那咱们洗衣服多方便呢。哎，我还听说啊，渠要修成了，咱们对东坡那川地都要变成水浇地了。哦，真的，我也去。二春来了，问问他吧。春儿，干什么这么忙啊？叫劳动力啊，工地上要垒合堰了，劳动力不够啊。哎，
来带我们一块去吧，我们大家正想要去呢。我们包的那片地早就干完了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带我们一块去吧，来带我们一块去吧。哎哎哎，乱嚷嚷什么呀？你们呢？你们这一号不行。嗨，哎，你说什么？你想什么这号那号？你说我们怎么不行？哎，怎么不行？我这个组长说你们不行就是不行，到工地上抬大石头打夯，你们能干得了？你们呢，只能在家里收拾收拾孩子，伺候伺候男人。嗨，来来来，这么小子，哎，这小子隔着门缝看人。哎，怎么不行？咱们打个夯给他看看。对，打个夯给他看看。来来来来来。不行！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这个丫头，八字没一撇呢，胳膊肘就向外拐了啊！看鬼，对啊，春哥多好啊！对呀，有有，不跟你们说了。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快快快，来吧，快来了啊。哎哎，快来卸车喽。哎，来来来，快点来帮着卸车。哎，二川，怎么他们也来了？他们呢，都是自己跑来的，在家里闲不住了，快，可厉害呢！哎哎，闲不住。喜旺嫂子，看见喜旺哥了没有？没有。你来干什么？来修渠呀。人家谁派你的工了？谁也没派，我自己想来。这次修渠我一仙土还没挖呢，快点快点，后面赶上来。快希望嫂子，这下我可真服了你了。咱们村这些女匠要都像你这样积极啊，这水漆修得就快了，今年秋天准能挣个大丰收。得了，别说那么甜了，留两句给你那对象说吧。别闹。咱可没对象啊，咱是个庄稼人，
又没多大文化，谁看得上咱呢？庄稼人怎么样？谁能不吃粮食啊？我看你就不错，别发愁，我替你找一个。妈妈，妈妈，哎，妈妈，喜旺嫂子，快进去吧，孩子饿了。哎，哎，好乖乖，妈妈忙得把你都给忘了。爸爸回来没有？爸爸没回来，我们家母鸡生蛋了，我听见它叫了。好，待会儿妈妈给你煮煮吃啊。哟，门开了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嗯。别跑远了啊，妈妈做面了。啊，还当是你没回来呢，你回来怎么不先把炉子打开？没看见门上写的字啊？我不能开这个头，我要替你做饭，将来还要我替你洗尿布呢。那也得看人忙闲，我忙成这样你没长眼呢。那是你自找。哎，你真积极啊，人家谁叫你去工地了？我自己想去，将来咱村旱地变水田也有我一份。你积极，你能干，可你去工地谁又多给你点什么呢？你要是不去，谁还能不叫你吃饭？真少见，十把柴火也能烧烧锅呀。哼，都像你这样想，队里的活都不用干了，将来打的粮食你也别往你那嘴里塞。你说不叫我吃就行了，就这样你还得坐过吃呢，叫你以后瞎唧唧去。吃你吃不成，我偏不给你做。你不给我做，我自己会。这点面条也够我吃的面条。你吃不成。好，你反了天了你。老支书说理去，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，你想让我留在家里伺候你才舒坦，你这个啥思想啊？走，你先走，你前面走，我后面跟着。走啊！
上黄土岗啊，亲亲小河顺，流上黄土岗啊。我们那口子回来了呢，怎么真的不理他啦？我呀十辈子不理他也不想他。哎呦，我才不相信呢。你没听人家说啊，天上下雨地下流，小两口打架不记仇，白天吃的一锅饭，夜里枕的一个枕头。我们呢就是这锅饭吃不到一块儿去。谁呀、啊？我死丫头，来了还不快进来？谁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悄悄话、啊？我们能有什么悄悄话啊？你孩子呢？也才睡了。哎，你说咱们明天还去不去啊？去啊，怎么不去啊？去，信着听他的还有个完呢。是啊，我婆婆今天也吵我了。她说啊，也没个功没个利的，连个工分也不给记，干不干都差不多。你去白扯的牛力干什么去啊？哦，他也这么说呀，他那文章啊可算得清了。哎，我妈也这么吵我了。他还对我说，你呀快到城里去找个工作吧，在家里参加劳动是干不干都一样。你看多落后。桂英，刚才我就在想啊，如今咱们队劳力这么缺，可咱们妇女就没几个去工地的。哎，就是下地干活的人也不多啊。你先别打岔嘛。我想啊，这没准跟咱们队工分记的马虎有关系。哎，可不，叫我说啊，独眼金桥这个队长，他根本就没把记工分当回事啊。怎么人家别的村记得那么认真呢？我娘家那个村啊，今天下收就是按工分分配的。哎，咱们提个意见好不好？提个意见。是啊，老支书不是让咱们大伙出主意献计献策吗？对，咱们就把这个意见献上。咱们把这意见呢字写得大大的贴到村口上去。好，咱们就写，咱们来写啊。嗯，哎，我说这个意见提的真是地方，
就是要把工分记好吗？就咱们这个队啊，不认真，最好啊让金桥也来看看。没有技工员就是不行啊。可不是，没赏没罚的，咱们搞得好啊。哎，要说这小媳妇可真行啊。哎哟，收罢麦，放下镰，妇女在家好清闲，修渠种地劳力少，都因干部怕麻烦，工分记得太马虎，不知谁是技工员，希望认真把分记，妇女能顶半个天，李双双写。哎，这个意见提得好，真是哎，快点回家吃饭去吧，待会儿上工来不及了。哦，那就回家了。李双双，老实说，就是喜旺嫂子嘛。咱们村里除了她，谁也不会来这一套。哎，金桥，不能那么说。这张大字报可不平常啊，人家提的对吗？就得要按劳分配，这不是几年来的老经验了吗？忙不过来呀。人家哪个队有咱们的下重任务大？再加上修渠，越是忙越得把工分记好嘛。今年种了这么多棉花，不把工分记好怎么行呢？人家可是真心关心生产呐，我看咱们还是让大家讨论讨论吧。哎，希望哥来了。希望哥，希望哥，什么事儿？老支书找你有事儿啊。希望，来来来，老支书，希望，这你媳妇写的啊？这个装什么糊涂啊？李双双不是你老婆啊？不不，这是按那个做法的写的。呀，你笑什么呀？老支书，这都是老娘们叫胡诌的。我那个屋里的是个直性子，有嘴没心。不懂事，你别给他一般见识啊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人家是县级县策，这你怎么可以随便撕下来呢？那我拿来吧。啊，张口就是做饭的，闭口就是屋里的，人家比你有见识，这意见提得多重要啊！我还要把它拿到公社去，让党委研究研究呢。西门外放罢了，那里三声雷炮，屋里乌云罩啊。乌云罩，我上了马鞍桥啊！哐哒哒铃，哐铃。笑什么？嘿嘿嘿嘿，你吃了呱呱鸡的肉了。小兰大妈，你不简单呐、啊！我真没料到你还有这么个心眼呢。什么简单不简单？有话痛快点说。哎，你提的那个意见，咱们的老支书看见了，他说你提的好，公社党委还要专门研究呢。真的？真的。骗人。骗你是小狗，
是你老支书亲口给我说的吗？这是真的？当然真的。往后你要是忙了的话，这家里的活我帮着你干。算了吧，别越帮越忙了，只要你以后不成心气我就知足了。哟，看你说的，人家谁还免得了一时糊涂呢？这不是只在夸你吗？哼，不过我说你呀，以后别再编这些顺口溜了，你懂得个啥？胡写八写的捅出篓子来怎么办？就你胆子小，心里有话就说嘛。党就是咱们的亲人，从土改到现在，哪件事不是为咱好？谁像你呀？树叶子掉下来怕打了脑袋，我顶烦你这点。哎呦，你看你，你看你，给。今天咱们就把这个记工分的小本本发给大家，以后可要认真的记工分了。赶到了秋后，咱们每个人就按照这个工折上的工分来分配，多劳多得。这样一来大家满意了吧？这下可好了啊。下边咱们再重选个记工员，大家可以先提提，可别选错了哇。对呀、啊、要选个公道人呐。 哟，金桥啊，这不得要个识字的人嘛。当然了，还得要懂得点账目，会打算盘的，要不又搞糊涂了。我提一个孙桂英，初中毕业生，能写会算，大家看行不行啊？啊，没意见。行啊，没有。哎，我们家桂英太年轻了，这可不是个小事儿。我看希望能行，从他爷爷那辈起，人家都是好人，就从来没跟别人吵过架，当技工员得能合人才行啊。大伙儿看行不行啊？希望哥可是从来没跟人闹过脸青脸红的，论写字也常给牲口开个药方什么的，这咱们都知道。行啊，希望哥行。哎，我说两句。啊，他说两句。希望哥到前面来说。啊啊，好。刚才大家选我，这是看得起我，可这个活我干不了。有人会说，你连药方都能开，记个工分账还不行啊？嗨，这里边有个原因，不读哪家书，不识哪家字儿。现在行的这个洋号码子我就不会写，再说我也不会打算盘呢。记工分这个事儿是一手托百家，那要是给大伙搞乱了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洋号码字不会就学吗？不就那么十个字啊？可我算盘上不行。 哎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哎，乡亲们，他会算账。去年秋季分红的时候啊，他在家里算了一夜，加减乘除算得可麻利了。还有那洋号码子他也会写，我会还是他教的呢。我什么时候教你洋号码子？今年春天，你敢说没有？你呀、啊、牵着不走打着倒退，我就见不得你这个号。啊，我看这样吧，希望他要是真不愿意啊，咱们就选希望媳妇怎么样啊？行，我赞成。怎么叫他当啊？那我还比他强一点。希望你就别推辞了，刚才有人选桂英，我看也合适，就他们两个吧，大家看有什么意见？同意。好，发工折。哎，小何，别客气了，来吧。哎，咱别乱啊，按下字放。
大风，小宝，怎么还不去领了？来，给我带回家去。哎，小孩，哎，一个组一个组的嘛，哎，挨着个儿的领。哎，对，是这样。怎么不舒服了？哎呀，浑身上下都零散了，这脑力劳动的活是不好干。看你这个手，人家写字嘛往纸上写，你怎么写到手上来了？你懂得什么呀？别看笔杆小，掂起来比锄把子都重。我要当技工员呢，绝不会像你这么哼啊哼哟的。你当，那还不把人都给我得罪完了？这都是你给我揽的好活。你知道吧？这工分是社员的饭碗，技工员是个得罪人的事儿。可人家都选你呀、啊，说你人好，能写会算，待人和气。小兰他妈，说真的，咱们村的老少爷们儿就没有说我个不字儿。你看，我爹，我爷爷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呀，人家还没说完呢，你知道我说什么呀？还不是说你们家人老几辈都没跟人吵过架。不过我说你呀，如今当上技工员了，可得行得正立得直，咱可不能偏着一个向着一个。你看今天老支书在会上一宣布，大伙的热情多高啊，往后下地干活的人一定多。可不是，今儿个就连孙游的老婆给金桥媳妇大凤都跟我要工资呢。是啊，这凄凉的还家呀，又会落起那样。哎，小兰他妈，我好像念过一本书，这上面写着记工分就是什么干按劳分配。对对，按劳分配。哎，我记得这还是马克思说的呢。不吧，我听人说是列宁说的嘛。啊，不不，我记得清，是姓马。孙小叔，怎么干这么慢呢？人家二春那个组都快干完了呀。我们用单子挑，怎么能跟着小车对比呢？人家地界远片儿大，不把小车给人家怎么行呢？不管怎么说，压好不得劲儿还能快得了啊。你们得想办法呀。金桥队长，你们小队在运肥呀，打算种什么？啊，小王来了，准备种玉米呀。下来歇歇吧。哎，金桥啊，叫他给咱们协作协作好不好啊？怎么协作？只要他车子给拉一拉，咱这点玩意儿他两下子就拉完了。哎，好主意啊，我去问问。孙友叔啊，
人家肯干吗？我看行啊，他们俩人有交情。哎呀，不好办呢，我们有规定不能随便拉呀。哎呀，眼看我们的任务就要完不成了。哎，小王，帮帮忙吧，支援农业嘛，五分钟就行了啊。嗨，来吧，孙小叔，装车喽。好了。哎，干脆让他把车子开到地里走一趟，咱在车上往下撒，那不更好吗？那能撒得匀吗？行，来吧。好好好，四分就四分吧，反正我也不在乎这一回。现在就剩大凤嫂子了，大伙说该评几分啊？他跟我一样，也整了六行，也给四分吧。哎，我不同意。咱们干活不能光要快不要好啊。你说。我说他喜旺嫂子，四分就四分吧。人家金桥为了咱们队里的事儿忙得顾不上挣工分，给大凤评少了也不大好啊。是啊，该多少是多少嘛。大凤，你看你整的那几行毛牙都没打净，再过几天棉花还不长风了，将来能结几个桃啊？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，谁敢说就打得那么干净啊？我看就给四分吧。四分也不值。四分也可以，后晌他得再来收拾一遍，我不要评了。工分也不是亲爹亲娘，离了他我就不能过了。没工分我也不能不吃饭。大凤，大凤，大凤，你看这个人多不讲理啊。算了算了，回头再说。走走，回去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替他再收拾一遍。哎呀，回去吃了饭再说嘛。你先回去吧。那咱们一块给他收拾。哎，你孩子还等着你喂奶，你快回去吧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要干活啊，哼，真没见过。走。怎么，老总部又跟牲口生气呢？跟牲口啊，哼，跟人。你看田里撒的这一堆一堆的，这是干的什么活啊？哼，工分工分就知道挣工分了，叫别人还怎么接着干呢？哟，这是谁撒的肥啊？谁？你回家问问就好了。好好吃。小兰，你说爸爸给你做的面条好吃不好吃啊？不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妈妈做的才好吃呢。爸爸的笛子给你吹。好吃了吧？我不要，你自己吹。这孩子，这孩子，瞧这爷俩。妈妈，哎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那你怎么这么晚呢？我有事。那快吃饭吧，你尝尝我做的面条，在锅里呢。怎么样，味儿不错吧？嗯，好。你瞧，你妈就说好吃。嗯。你今儿个挣了几分？四分。你看，干了半天才四分，可人家孙友一个上午就挣了十分，金桥呢摸了摸仙把子也挣了十分。干什么活挣这么多？撒肥呀。哦，是他们撒的。要是你呀，哼。哦，
们倒真会投机取巧，这不行。哎，你这又是怎么了你啊？我告诉老支书去。哎呀，老支书不在，一早到公社去了。是你的吧？干活光图快，不讲质量，到秋后还能打粮食？你这个人怎么就像泡碾子一样？人家金桥是副队长，都没说什么，有你什么事儿？不要你管。小莲大妈，你要是嫌你今天工分挣的少，我把我的给你两份。我又不是为了争工分。那，哎呀，我的好大哥，你怎么这么不明白呀？这记工分的事儿关系大了。可你急什么呀？他这里边还牵连着有我呢。怎么，还有你？哎呀，是孙友给金桥出的主意，我没拦住。可我，你也拿了十分。我不拿他们不答应啊，是我给他们上的账。我平素怎么跟你说的，当技工员就得行得正立得直，可你还是一盆浆糊。我的话都说个墙土听了。哎，真没想到。哎，小二大妈，就这一回咱们压下别说算了。小莲大妈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到公社去。村庄的老支书在这儿吗？嗯，到黄花交流经验去了。那公社的人都下去了，只剩刘书记啊，还在那个屋里跟高庄大队长谈话。定额的事我们一定要搞好，明天再打个电话来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刘书记，我认识你。你是？我是孙庄的，我叫李双双。哦，李双双同志，我知道你，你是来找我的？不是啊，找你也行啊。有什么事？都写在上边了。啊，好，坐吧，坐吧。你们那儿评工计分搞得怎么样？群众可拥护了，可就有人光图快不讲质量，你看。啊。评工计分真正好，可有人让工分牵着鼻子跑。哎，孙友，还有金桥。哎，这个孙喜旺不是你爱人吗？是啊，可是这次他没站稳立场，是他给记的工分。不过刘书记啊，你可不能一样对待啊，我们那口子可是个没星秤。什么？没有星星的秤，就是说心里没准主意，耳朵根子软，懂吧？哎，懂懂。哼，孙友可不一样，他可不是无产阶级。哦，入初级社的时候他们家还有大骡子大马呢。哦，啊，我懂了，我懂。
要解决干活保证质量，双双同志，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没有？我，比如说，加强宣传，让社员们都知道我们要争取秋季大丰收，这样大家劲头更高了。双双同志，你在你们队里是干部吗？不是，人家说我嘴太快。嘴快？啊，那要看怎么个快法。要是大公无私、认真负责，是要敢想敢说，只要对生产有好处，嘴就应该快。哟，可我们那口子老为这跟我吵架呢。哦，啊，都是我不好，怪我自己嘴快。其实，他倒真是为咱队里好啊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也不应该不给金桥留点面子。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不好说的呢？至于把事情搞得这么大，算了算了，我没什么呀。他的意见提得对，我就接受。其实啊，这个责任制我早就看到了。他这一当上妇女队长，事儿就难办喽。大凤，到我家再拿点酒来。是啊，不管什么事就好像人家都没长眼睛，就他一个人看得见。我说希望啊，你那个老婆得好好管管，你要是总由着他，你的路可是越走越窄了。是啊，这我清楚。你们等着瞧吧，这回我要是训不服他，我就我。人家汽车帮着咱们撒肥，是看在你们金桥的面子上。要是别人呢，人家才不管呢。就这，他还告到公社去了呢。妈，你别说了，就是怨我爹嘛，谁让他投机取巧的？这也叫投机取巧？以后你少跟在人家屁股后头跑，少加施教的。我偏不，叨叨叨叨，整天就听你跟人家叨叨。哎，我听人家说，你们家桂英跟二春好上了。啊？这死丫头！桂英，桂英，你出来！我有耳朵听得见。以后不许你跟二春在一块疯来疯去的，你爹可在城里跟你说亲呢。我爹说亲，让我爹给人家去，我自己的事情你们管不着，啊？我就管不了你了。我告诉你爹去，我不怕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出门去。出门？我跟孙友一块搞运输去。到运输队去。这个家我算是待不下去了，你在家当你的队长好了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也省得让你老提意。我不能在家陪着你让人说闲话，眼不见心不烦呐。你就是把人都得罪完了，也与我无关。我给你丢什么人了？大伙刚选我当队长，我多想你来帮助我，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？我不让你走。嗯，好，不走也行。哎，可咱们得立几条规矩。你说吧。坐下。小兰他妈，
你也是个队长了，往后说话要多想想嘛。你看人家当干部的哪个像你这样嘴像个机关枪似的。往后啊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你就别说啊。嗯，再一条，你是个妇女队长，是生产的事你就管，不是生产的事你就别管，别像个灶王爷似的，不管哪家的事你都去管呢。反正我管我该管的事。那自然。最后一条，做事要放点人情，少给干部提意见。像金桥，人家是副队长，又跟我是从小的弟兄，你何必老找人家的茬呢？你走吧。你何必发那么大的脾气呢？就两条，最后一条算我没说，行了吧？公社里要演戏了，你怎么不理人呢？看你怎么这两天那个脸总像阴了天似的。桂英，你爹多占公分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？知道啊。知道你怎么不帮助他呢？我知道了，已经晚了嘛。我是说平时你在家里。可是我在家里还是个团员呢，又是技工员，也不起个作用。你知道我爸爸跟我妈有多糊涂啊，你也不替我想想，我在家里多难说话。那有什么难说呢？怎么人家喜旺嫂子就能帮助喜旺哥进步呢？可我爸爸贫工积分关系到二劳分配，是件大事，要都像你爸爸那样，那怎么行啊？我看呢，你这是打不破情面，太没立场。那好，我落后，以后你别沾我好了。你怎么走啊？桂英，桂英。吃个苹果吧。不，做生意把你的老伴儿都快干，小大姐她嫌价钱轻。二春，你找谁呀？不找谁。今年有多大啊？大姐，你
怎么不看戏呀、啊？我是找个好地方。你说你别花我钱，听你话你呀买一房，卖你一个牛龙嘴，再买两张核桃脸，大长石棍要一对，还再买一个大脸盘，总共要你这些货。货郎啊，小奶奶，你大胆，我不大，你算算，我不算，大的算算多少钱？来给桂英见个面吧。行啊。哎，婶子，这小伙子不错吧？不错，这个事儿可就托给你了。没问题，你放心好了。哎。你干嘛不理人家？我才不理他呢，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一样。怎么吹了？嗨，俩人既然要好嘛，就得互相体谅点。其实他也不是为了你好。是天娘呢？二川，哎，二川，今晚上这戏唱的可真棒啊！待会儿还有一出，赶女婿唱的才有功夫呢。哎，怎么了，小伙子？今晚上哑巴了？希望哥，你说说，怎么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还是假心呢？什么真心假心？我是说，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你好，他到底是什么样？真对你好，那就是吃喝不分你我，烟酒不分家。你比方说，嗨，我说的是女的。女的？那这个事儿可也是各种各样。比方说你嫂子吧，你别看我们俩常吵架，可她就是真心对我好。有时候她批评我不是，这批评啊，就是她对我有点意思。你别看她现在当了妇女队长了，可她还是得听我的。哎。对困难户的救济工分，咱们就这样定了啊。好。行啊。下边咱们再提一提干部的。干部不是有补贴工分吗？哎，那是因公补贴，和救济不是一回事儿。那就提呗。没人说，我先说。有些干部家里
也确实有困难。就像希望哥家吧，双双现在也当上妇女队长了，那肯定要影响一点的。我务不了工，我们家不要救济。对，我同意。好，那另外像金桥哥家，他是个副队长，可整天忙得不着家，我看应该给他救济点。我看呢，这可要好好的合计合计。以后我得想办法多参加点劳动了，就是赶大车去也行啊。是，谁不想劳动啊？就是没功夫嘛。哎，大伙看，给金桥救济多少分啊？我有意见。这个事儿咱们干部不能跑到群众头里，要不群众会指着咱们脊梁骨说话的。看咱们老支书，人家是队长，又是党支部书记，每天不比咱们忙，可工分挣的并不少啊。人家每天下地劳动吗？金桥，你为啥不跟社员一块劳动啊？锄把子都不想磨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嗨，人跟人不同嘛。抱着膀子来回转，当然挣不了工分。常跟大家在一起干干活，队里有啥问题，不也就好解决了吗？我看啊，还是要多下地。哎，可他们家大凤也不行啊。是啊。大凤怎么不行啊？人家老劲婶都50多了，还每天下地干活呢。哎呀，大凤怎么能跟他比呢？人家老劲婶有技术。大凤不会，我来教他。可他三天两头不出工可不行。算了算了，别说了。以后啊，我挣了工分吃饭，挣不了工分我也不要这份救济，免得人家戳我脊梁骨。哎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大凤她能劳动，我负责。在家吗？怎么哭了？走了算了，金桥他们一定要去，我也答应了，就让他们出去转转。这阵子队里也需要搞点副业啊。嗯，希望去了也好吗？可以给牲口看个小毛病啊。我就是要把这道理弄清楚，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。金桥他想要救济工分的事儿，我知道了。你的意见提得很对，咱们应该实事求是，他那点困难我摸底，他应该自己解决。干部就是要参加劳动来领导生产嘛。今天我到公社里开了个会儿，
正是研究这个事儿，以后还要把它搞成的制度了。你看，你这个意见提得多好啊！这是真的，老支书。啊。以后就打起精神来干吧，咱们可千万不能松劲儿。农业是根本，社员的吃喝穿戴就靠咱们能不能多打粮食啊。你是个副队长啦，我还忙，我走了。以后可别再掉眼泪了。我才不呢，有鸡叫天明，没鸡叫天也明。哎，说得对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天不早了，歇着吧，回去吧。大凤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你啊，你是我们队里的人吗？你搞得我们家里不和，还不甘心呢？怎么，金桥跟你吵架了？吵了，走了。我们希望也气走了，我连人影都没见着。哟，做得多巧啊！几个月了？不知道。想吃酸东西吧？不知道。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是我不好，平常说话太冲。大凤，我是你嫂子，这个事儿也比你有经验，你别着急，金桥不在家，我来照顾你。我正找你，快！哎，什么事啊？好像大车翻到沟里似的。希望嫂子，我妈在城里给我找的那个人要来相亲了。啊？那你自己愿意不愿意啊？哎呀，我要愿意就不来找你了。哎，你对二春到底怎么样？你对她有意见没有？我，哎呀，我留在农村是为了参加生产，又不光是为了她。哎呀，你还笑呢，人家都快急死了。今天城里的那个小王就要来了。真的？什么时候？就现在。嗨，那有什么，只要你自己拿定主意，相亲让他相好了。哎呀，那可就更麻烦了。哟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你到村口去迎着他，替我说一下好吧。我去迎他？哎呀，求求你！好。哟，他婶子，今天你们家有亲戚啊？哎，城里有个客人要来，哎，那还不预备点好吃的？还不就炒几个鸡蛋呗？哎，宰只鸡得了嘛，宰了。孙友同志家在哪儿住啊？不知道。孙友同志，喏，这儿有胡子的。不知道。嗨，这还不知道，
就是孙大伯嘛。啊，就是大伯。他在哪儿住啊？啊，进了村子，过了桥，井台那边就是。谢谢你。哎，同志，你是城里开汽车的小王同志吗？哎，对对。我知道你是干什么来的。啊？你是来相亲的吧？哎。你认识他家闺女吗？见过，可是不认识。见了面就认识了。哎，你是孙桂英的什么人？我呀，我跟她是一个队的，我叫李双双。哦，你就是李双双啊。上次我开汽车撒肥那个事儿，就是你到公社里，你怎么批评你了？没什么没什么。再见。哎，你先别走，孙桂英让我在这儿等你，有话跟你说呢。哦，他有话跟我说。嗯、啊，那这边。他让你说什么？他让我跟你说呀，他不认识你，也不了解你，他在我们村里有了对象了。啊？已经好了好几年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这个金桥，人家既然有了对象了，那他干嘛给我介绍呢？这是他家里的意思，老想给他在城里找个对象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可他自己愿意留在农村参加生产。那好嘛，反正现在婚姻自主，他家里总不能强迫他吧？对，你这话说的对。那你快去吧。啊，不，这都不好意思，我回去了。哎，你既然跟你约好了，怎么能不去呢？不不，我不去了。哎，小王同志，请你跟孙桂英同志说，这是个小误会，请他可别介意。这没什么。哎哎哎，你告诉他，我完全赞成他。哎，要不到我家歇会儿再走吧。老耿啊，嗯，今天晚上牲口多喂会儿，料上足点啊。快走吧，说不定城里来的客人早等急了。好好。哎呀，快回家去吧，牲口有我喂呢。不，我给你做个伴儿。跟我老头子做个什么伴儿呢？快回家。爸爸，爸爸，回家吧。谁知是你把我们家的客人给打发走了。你是队长，你管生产吗？你还管得上我们家嫁闺女啊？他大侄子，你看你们家的人管得宽不宽呢？他硬把我们桂英的亲事给拆散了。希望你知道我们在城里找一门亲事有多不容易。哎，谁拆散你们的婚姻了？大叔，咱们也得替年轻人想想嘛，怎么能包办呢？不能眼睛光看着城里那边，我们找城里找乡里，你管不着。
不，情理不顺我就要管。你家桂英也亲自找我要我管，她跟二春好，你们真不知道吗？西瓜正朝着煤棒往城里拉呢，你们空船是不是捎带个来一趟嘛？咦，运费怎么算呢？一分钱一斤。金桥，可真巧了，这一来零花钱就有了。哎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太死心眼了。金桥，我看拉吧。拉吧。那这你这个人，装车吧。好，走吧，装车去。哎，二春买马回来了。二春回来了。二春哥。哎，二春哥。你回来了，二春。哎，这是咱们队里买的马吗？是啊。哎呦，哎呀，你们看这两匹牲口长得多俊呐！哎，还都是小口的呢。哎呀，这下咱们队秋收可方便了。供销社知道咱们今年庄稼长得好，一下就卖给咱们两匹马呀。啊，老支书说以后咱们还要买啊。好，好，这下好了就好了。哎，这马呢？哎，就是啊。二春啊，这两天桂英跟你说话了没有？人家还是不理咱呢。不理你也不去，一说话就那么冲，谁还敢理你啊？你别破坏好不好？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喜欢嫂子，你替我说说。你这家伙，我怎么替你说呀？你就对他说，我对他一点意见也没有，我对他还有信心。你自己没嘴啊，能吃能喝的就是不会说话。要不你教教我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这可没什么现成话，反正你说话得和气点，别把你们男子汉样子摆那么足。就是就是。桂英，桂英，我想跟你说句话。说呗。咱们队里啊又买了两匹马。我知道。希望嫂子批评我了，她说我呀说话太冲。批评你关我什么事儿？又不是我落后。哎，你这干什么？希望嫂子说让我跟你互相帮助。
希望，你还在那磨蹭什么呢？鞋都破了，还不赶快回家换换去？你要是再不回去，可就太不对了啊！今年呢，咱们这个妇女队长，可给咱们队了出了大力了。你还闹个什么劲儿呢？哎，你上哪儿找这么个好老婆去？工分给家里挣了一大堆，村里人提起她来呀，哪个不说她是这个呀？你要是再使性子不回去，她要是真的不跟你了，你哭都来不及了。快回去吧。那哎，双双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哎，快回去吧，大车队回来了。快点走吧，我看见你们那口子了。回来，看见你们把庄稼种得这么好，我的脸都没处放。别说了，你们在外边搞副业，不也是为了队里吗？哎，队里。哎，双双，你说这个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没有私心？那要看改得快不快了。我看现在好多人私心就不大。那可不一定，我看有的人私心还是蛮大的。偷偷的占公家的便宜。谁占公家便宜了？没谁。人跟人怎么会一样呢？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，还能都没私心？可不是吗？你这话说的就是合乎情理。哎，双双，你说孙友家蛮富裕的，金桥家也不是过不去，可是这回啊，他们就把运西瓜的钱装了腰包了。有多少？30多块吧。这个事儿我当时也想啊，我知道是不大好，可金桥他们俩，双双，这回我可是没沾边啊。哈，你给我打了那么多的防御针，能白打呀？双双，是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？反正我心里没病。你自私，难道没你就算了？你是食言不是？
没日没夜的干。可你们在外边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，公社的每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，怎么能光讲情面眼看着不管呢？再说你要真对金桥好，你就该批评他拦住他，可你总为私情护着他，那不是反而把他害了吗？你想想，你对得起大家吗？又走了？怎么又哭了？哎，又走了。希望哥也太不像话了。咱们现在是集体生产，公社的每一根草上都有大伙的汗珠子。要都像你和孙有书那样，那还能干得好吗？你看人家老娘们儿，不，人家女同志，在家里把庄稼种得多好，连大凤都给你挣了好几百分啊。可咱们在外头搞的是什么名堂？回来吃着新粮食，心里不愧吗？金桥兄弟，这一回我可再也不能看着你往沟里跳了。过去我不敢跟你提意见，那是怕得罪你，这就是自私，是自私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大家，也对不起你双双嫂子。希望哥，你别担心，往后你看吧，永瓜的钱我马上就退出。你们这两个真像搞恋爱一样。怎么就许你们不许别人呢？嚯，你孩子都那么大了还恋爱？哎，这人跟人不同嘛，你们是先恋爱后结婚，我们这是先结婚后恋爱嘛。希望哥，哎，你说说过去你和我嫂子总是那么吵吵闹闹的，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亲热了啊？哦，你们也这么觉得啊？你嫂子变了。哎，可真的，如今她变得可聪明可能干了。啊，真的？哎，就连人也变得漂亮了，这就叫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真的吗？你看看，你们又出去耍大哥什么洋相啊？喜欢哥在夸你聪明能干，还说你越来越漂亮了。去去去，你们要再欺负他，等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不给你们当介绍人了。嫂子你，哎呦呦，哦，快躲开吧，人家说悄悄话了。化肥买到了吗？买到了，
县里知道咱们是丰产队，先给咱们了。哦，你们刚才胡扯些什么？他们说咱们俩在谈恋爱呢。哟，双双，说真的，你是越变越好看了。你不也在变吗？